接下来请欣赏相声《大相面》表演者董九立、杨九郎。谢谢大家啊，看看我，看看我，谢谢。来，慢慢给你们穿上啊，没关系。在你们穿上的过程当中，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哦，我叫董九立，先穿上。这是我的中文名字，哦，我的英文名字叫 Nate Power。真的厉害，怎么呢？哦，刚才我没听清楚啊。嗯，您这是自我介绍，没错，说您这中文名字，嗯，董九立。对，这我倒是听明白了。是啊，后面有一个英文名啊。啊，英文名叫什么？Net Power。我没听说过这英文名啊。我一般听英文名，一般都叫过什么什么 David 呀，或者什么什么 David 呀，或者什么什么。Daddy 呀，你怎么叫什么什么 power 什么什么 power？ 哎，奈是酒 ，power 是力量。哦，奈 power 是我的英文名字。嗯，奈泡是我的简称。九力啊，边上这个演员您有可能不认识，别给您说。好好好，叫杨九郎是我啊。这是我们的失踪人员。对，不知道是我们的失踪人员，没失踪，是一直见着面了。哎，反正回来了，我们也高兴。哎，不光您激动，尤其对于九弟来说更激动。您也高兴。哎，因为我也没想到，所以也很激动。这都是意外。哎，对，而且关键是他回来高兴在哪儿呢？啊，我感觉有一种上了团综的感觉。真是，尤其八队本身现在卖点也很多哦，比方说四大点吧，四大点。第一点是查董九立作业，二点看机构不超时，三一个听张作藩一封家书，第四个队长九郎来了超时，对，是不是？这是八队的四个特点。别说难得这四句，谁都不爱了谁。那么多，但是来是来，这是我们队的特点。但是我们队队员，我们毫无保留。嗯，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机会参加团综。是，但是今天确实这个机会赶上我了啊！啊，这大家又有这么多摄像大机摄我。哎，这是我们团综的一个大 IP 了。哎，边上呢又有我们师哥，嗯，给我捧个人，我就有一种想象。什么想象？仿佛啊，师傅现在就在后台小黑板上就给我扣分呢。是不是？你咋想瞎了心了？你们。怎么样，小剧场有没有师哥在，有没有摄像大机们刷刷，有没有团综的加持，我们都得好好演。哎，不重要，这个刷刷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看演出，对吧？对，而且每一场演出我们演员在自己心里也得自己扣分。对，哎，这儿哪儿使得好，哪儿使得不好啊，嗯，我们心里都得有数。可不，而且我为什么也看团综呢？我是德云社的师弟啊，那是那一个梦，那上面全是我师哥师弟，我师大爷，我老师，我还有什么可看的？他们认你吗？他们也认，哦，也认识我啊。但是我看他们目的不一样。您什么目的？说实话，我看见我师哥们，看见我师弟们，我就快速的开背诵。哦，我倒过去，那你就是恨我。我也不是恨你们啊，我是为了听师傅说话。哦，师傅一般都说什么呀？哎，我为了师傅怎么指导你们，我们自己也坚定。嗯，对不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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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？你看在第一期的时候，师傅有一句话我就记住了。头一期说什么了？用我们行话说叫把点开火。啊，这什么意思呀？你看头一次那个时候还比较特殊，你给普及普及。底下没有观众。哎，对，头一期啊，演坐后头。哎，对，演员在台上在这说话的时候，底下就师傅在那坐着。对对。哎呦，看着太紧张了。嗯。你想啊，师傅在那一说话，底下，好，你不是使什么包袱，没有人乐。是。这演员一下就失衡了，跟今儿一样。相声演员是，相声演员是控制的艺术啊。对，这都不乐都夸他。对呀、啊，这儿不让您说话，这是我设计好的。对，这儿让您笑也是我们设计好的。对呀、啊，但是师傅这方面他表现不出来。我没设计好。对呀、啊，控制不了师傅。对呀、啊，那是我们的老师，他就不笑。一下我们就紧张了。对，但是师傅提出来了，嗯，怎么能三言两语你就能对着我说出来？你得有心理的，还得有点窍门吧。所以说我们这行是一半门的心理课程。啊、嗯，
而且得看对方的面部表情。啊，相声相声不光我们有面部表情，您各位的面部表情您都得观察。相貌之相，声音之声，两三句话我们得试出来。今天您愿意听什么包袱？哎，能琢磨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您看这一行，这就跟老的传统天桥艺术是相通的。啊，天桥别的艺术，您为什么德云社这么接地气啊？因为这些艺术所有东西我们都归纳了，哎，我们都继承了。老天桥变戏法的。哦，这叫魔术啊，对不对啊？人家也是撂地儿演出，一样，对不对？看着您今天喜欢看什么魔术，我也先白沙写字儿。哦，我也先沙撒字儿。哎，先来这个空杯取酒。对，甭管怎么样，都得把您拽住了，这是心理课题。哎，叫万人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哎，还有那个过去天桥有一个冷买卖，冷买卖、金买卖，那您给大伙普及普及，就是算命。哦，现在的话叫占卜啊，老话金批财卦是这玩意儿，有灵的有不灵的啊。但是这也是心理学家，哦，这也讲究心理，不能全是技巧是这样的。哦，80%。过去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嗯，定经得有失，转经得无。你还得给我们解释解释。哎，比方说吧，哦，今儿个我在大街上，我帅帅气气的啊，我正在那儿遛弯呢，对面过来一个相声先生。哦，这算命相面子啊，平时也说出在这一看，您看不看？哟，到外面慢走。哦，您留步，还送人呢。我这儿关于面相，能看得出来，三月份您应该有一笔财到手。您听他这说话，他拉长音儿呢。啊，有口风。这是半句话，这叫生意口。哦，这后面还半句。后面还半句呢。说什么呀？为什么不说呀？啊，他观察你这眼睛。这还得对视，对呀，他得看你心里反应。他先用前半句话试探你，比方说，我在大街上我看着您了，我瞅火了，哎，我要拿这买卖绊住您，嗯，怎么办呢？您这时候三月份真有一笔财到手，对，您各位刷着的，您看他面部表情啊，腰间客官您就不。三月份您应该有一笔财到手，你看。他这眼睛他不动，他琢磨，哎呦，这先生算准了，我这后半句可就出来了。三月份您应该有一笔财到手。你说什么呀？对不对？哦，这下就吸引我了，吸引住了。嗯，但是要没有，也是从您眼睛里出来的。后面就话了，转经得无吗？嗯，您三月份应该有一笔财到手。我那个眼珠子往上一转，他后半句就出来。他说什么呀？可你还没到手，对不对？这不都废话吗？哎，这个百试百灵，但是也有特殊情况，是吗？别碰见杨九郎算命，要碰见我就看不见眼珠子，没听说，这玩意儿就不灵了。没听说，是不是？这是心理战，这是心理战，这是看面相的心理战。哦，那还有靠口述的心理战呢。哦，怎么说？都是八面风两头堵。这怎么见得呢？你甭见得，他过去说一句话一语双关的有的是，一语双关。对呀，啊，你比方说吧，你就甭说那个一语双关的，嗯，你就拿我来说吧，乃少同学，我在家就没闲着。哦，我在家我看了相书了，哦，研究相，看了易经了，看了八卦了，我就会相面，是不是？那可不，研究这个，还不信了？给我算行吗？您还用算？您都传宗下来的人。你说的我们淘汰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啊，他不是，我们是杀青。你看都杀青了。对呀，都杀完了。杀青就是都结束了，都结束了，都 game over 了，都回家都休息了。哦，都休息了。哎，对，这那还算什么呀？哎，我这不也是回来我演出来了吗？反正是老虎，甭管怎么样，那可以啊，可以。那您演出的话，那我算算，我送您三卦。送什么意思？就是免费，真不花钱的。我能要我师哥钱吗？行，那我给你送三卦。行，一般是免费都行，还不光说免费啊，哥，我这话放这儿，要是你弟弟算得不准，怎么样？我倒给你100块钱。等会儿，嗯，就是算得准了啊，就是送我的卦。对，这要是算得不准嘛，您还给我100，我倒给你100。哇，他们这个声比我的声还大，行不行？听好了啊，咱安静一会儿。但是啊，咱可别捧，嗯，咱可别捧假了，
成甲喽。您想啊，您这是师哥，您那儿在德云社待的年头也比我长，您现在资源也比我好。您觉得哟，弟弟来小剧场，别回头这么多人抓着他，他一紧张，好家伙，这说错了，我就别在这寒碜他了。你捧着我，好不灵愣说灵，那完了，那完了。兄弟，你让人看着仿佛我这让出来不会这样的，不会这样的。您要真算得准，陈宗第二季，反正也还是没有问题。我刚才我都当真了那一秒，我有没有我都另说着呢，你知道吗？那一会儿再说吧。行，我请你吃顿饭不就完了吗？吃饭去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得了啊！我要是算不准，我给你100块钱。好吧，你别捧啊，咱们说好了，别捧生意。只要不准，只要说是不灵，你就给我100。没问题。好嘞，咱们逛逛。那可不，来啊，听好了啊，我这头一挂不灵。来，那是哪一个？拿一本，什么玩意儿？你拿一本，好家伙，这边刷刷刷，你这不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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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得收你一套房，好家伙，这才发财呢。那可不，那诈骗了，不行，你不行，你不能讹诈我，你好歹让我把话说完了，你说灵不灵？是吧？我都没算呢，怎么能照完再说？行不行？来，听好了啊，头一卦，头一卦，各位看好了啊，都留好了证据。哦，听好了，头一卦，头一卦，我听听啊，狼有狼，哎，你。您真事儿，只有一个爸爸，对不对？完了，迟疑了，不灵。灵灵，快！哎，别，灵了。哎呦，你别捧啊！我没捧，别捧，太灵了，灵了，太灵了。又和你灵了，那可好啊？那送第二个，第二个啊，但是钱还没掏出去。第二个，第二个，你爸跟你妈不是一妈生的，对不对？灵不灵？太灵了，你整个一个活神仙，你整个都是个活神仙。完了，甭假了，甭假了，你放心吧，林子，我爷爷老伴儿，我不叫姥姥，知道吧？啊，那行，那我送一个第三卦，第三卦我很期待。第三卦是最难的，因为第三卦是卦中卦，且卦卦灵，卦中卦。对了，我这忙中忙，听好了啊，你。不是有一个哥哥，就是有一弟弟；不是有一姐姐，就是一妹妹；要么就是你一个人。你这戒严了，你这太灵了，灵不灵？太灵了，灵不灵？哎，你是什么情况？我有一个哥哥，有一个哥哥。对，你哥哥比你岁数大，灵不灵？哎，你说半仙儿啊？半仙儿？哎，甭说灵不灵啊，就是你哥哥再大，他也大不过你爸爸。太对，各位鼓掌，鼓掌！太好了，不白学，不白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怎么着？比我爸爸大？那是我大爷。哦，你呀，你找刘大爷去啊！我找刘大爷。您这玩意儿都废话，知道吗？我这怎么了？不是算卦，我这不算卦，谁都这是常情啊，这都是。漂亮！好家伙，您这平时您这出去忙去，好不容易回趟家，不能拿您开个玩笑。我就给我拿300吧，好不好？这就算了。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别，咱要算，好不容易师哥来一趟，咱们大家伙搭伙，这也这么热情，是好好给您算一算。您来也真得的，对不对？咱没有那外出，你们踏踏实实在家里给你做小猪脚。什么您呢？小猪葛，小猪葛，给我当小猪葛。孔明先生，我给你算准了，怎么说呀？这话，我给你算算，好不好？算什么呀？算你这样吧，你先把你的爪子伸出来。爪子？对呀，什么爪子？你看他就外行，这就叫外行。像书中说的，相面不看爪，必定没看。您不要拽了，不要拽了，怎么的？这话不好听了，哪儿不好听呢？这爪子说这话都不礼貌啊！哎，就得说爪，怎么呢？就得说，就得这么说，像书这么写。说手吧，说手不行。怎么了？相面不看手，必定没穿法，多难听啊！一看就是盗版书，费了多折呀！那可不，这样吧，您就说这个相面不看手，必定没传授，好不好？这话行不行？哎，可以，是吧？这不也合辙了吗？哎，一看就卖个假书，你好好给我看看啊！我看看啊，好嘞，看看这手，你这什么毛病？您这到国外都给人霸了胆了，你这好好的，你怕人讹我？好好靠人，你好好看，我好好看看啊。你看看哟，你看这手啊，这手就不一样。一般人看这手看什么呢？看三才文。
什么叫三才子？天地人呢？哦，这么三才，那是一般的人。嗯，我奶泡能看一样的吗？我看中间这一道，这道叫什么呀？中间这一道叫冲煞。你缺什么肾呢？那相书中记载了啊，掌中横生冲煞门，嗯，命中必定受孤贫。哟，若问富贵何时有，你得克去本夫定嫁人呐。哦就啊，最好找一个传宗的这个主理人，知道吗？这玩意儿你就比较方便。什么比较方便？但是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刚才说的这话，克去本夫，嗯，我还得另嫁人。哎，然也。你先等一会儿，你有胡子吗？你就你。哎，有胡子，绿胡子，不胡子，绿鼻子。什么乱七八糟？嗯，不是，这个话不对呀。怎么不对呀？克去本夫另嫁，我是男的，我是女。哎，你是女的。我是女的呀，你就是女的，我是男的呀。你看呢，相书中说了，男左女右，你给我哪手啊？我给你右手。对，你告诉我伸左手不就完了？你看这赖谁呀？对不对？你说你非给我一女手，那我可不就按女手算吗？这还分男手女手呢？对呀、啊，这是女手，女手。以后上厕所躲点吧。咱就好好看看，好吧？来，不玩笑了。那看好好看左手，看看对，哎，看左手，看行吧？哎，光摸这个，不摸这个，看根香菇，好吧？来，看好了，看好了，你那是不是干过木匠？我是泡泡木花的。我说你好好给我看看手相，看看看啊，看看，咱好好看啊，咱不开玩笑，好好找。一般这手看什么？我也给各位普及一下。先看这个手指跟手掌。哦，这两个部分是吧？指要长，嗯嗯嗯，掌要方。指为龙，掌为虎，只许龙通虎，不许有虎吞龙。龙通虎必相虎，虎吞龙必受穷。你看你书，大指为君，末指为臣，二指为主，四指为宾，宾主相齐，八宫得配。好，八宫明八宫暗八宫，前坎艮震巽离坤兑，修身伤住是离主金财，知道吧？还得看看这个手心。手心也有讲究嘛，手心挖必发家，手心不挖不发家。你这个四挖四不挖，我来给你挖一挖。这多少我这不是？哎，不错不错，你这看还行吧？就算挖，咱们呢还得翻过来看一下手背。哎，还转圈呢？那么毛病呢？你转圈干？谁转圈？翻手背这么锻炼的？你看穿一个绿衣服，没事老翻盖儿。上辈子是什么托生？什么托生呢？这个是我什么托生的呀？啊，我王八托生的呢？你这干嘛呢？跟这儿一直转，这什么毛病呢？你看，为了配合我说这个相声，非整这么个马甲，多尴尬呢！谁配合你？好好的给你看，好好这相声，这玩意儿就叫长寿，是吧？哎，真是，好好看，如果我玩笑的还不行吗？我就别这样。好。行，好，你还真不错。怎么样？干过护士啊？干嘛呢？这是输液的职业。你不懂了，你这什么都不懂。这要做皮试？我谁给你做皮试啊？给你做皮试干嘛？我做饭了啊！我不是、啊，这是给你看福筋呐。哪有福筋？你看呀，福筋若入虎，中年必降虎；福筋不入虎，中年必受虎啊！四路四不漏，一路十路无忧便是了。啊，不缺钱花呢，不缺钱花。是。男子手要棉，无钱也有钱；是。女子手要柴，无财也有财。不行，这是。哎，行了，咱不听那拉倒了。你要不听那，不给你看了。咱那行，给看好，要求温饱就可以。对，好心态，咱知足了。咱看看面相。看看脸啊，得看面相，稍微惨一点，因为面相比较重要。面相啊，嗯，怎么办呢？这个面相，先看五官吧，就差一点。何为五官呢？五官是您看了、啊，这是东关，这是西关，这是南关，这是北关，这是公主坟，这是北沙滩，这是八宝山。怎么你这画地图呢？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着？这不是八宝山公主坟吗？没
因为我这里没有还珠格格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是整蛊，这是。我理会错了，我以为俩红包呢。不，看看吧，五官好啥的，眉毛鼻头耳，对不对？这五官这是俗称，你也得说官称。你们官称怎么？你看啊，眉为保寿官，眼为监察官，鼻为审辩官，嘴为出纳官，耳为采听官。五官有一官好走十年壮运，五官有一官不好走十年半用。你这个五十年虽年半运，我呀五十年呐，你咱们可以看问题在哪，慢慢调。能不能我好好诊断诊断，行不行啊？我给您看看啊，先从眉毛看起。我这眉毛，眉毛太稀太短了，太稀太短。眉毛啊，对，我小时候真是打架人给我开了。不是秃了，我没说眉毛秃，我说的是眉毛短。你想保寿官，保寿官，眉毛长，寿命长啊。那不我接点儿烫个大卷儿，怎么烫眉毛？这是大卷儿啊，这好看吗？您这怎么办呢？这个，这不是要对运势好，怎么都成了？运势好啊，听我的，每天早上起来蘸点水揪它。这一揪呢，记住关键词是揪，不是薅。知道吗？薅薅光了，麻烦了。我不会的。使劲揪，越揪越长。有个词儿说得好，拔眉助长。拔眉助长，那叫拔苗。一样，眉毛也得苗，知道吗？就一点一点苗着苗就长了，是吗？哎，长了就揪长了，揪长了，千万别让它往下耷了。耷了呢？你耷了耷完了，那对财运也不好，往下走了。哦，这反运势了。打点干胶让它竖起来，一竖起来它就有好处。什么好处啊？翻翻信号强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我哪能改路由器了？这不是不好看，不好看。那可能您有您自己的脾气，影响演出。没关系，你这叫讳疾忌医，知道吧？我只管提出来，你不听拉倒，无所谓。我这样，我尽量。那往下看，我这样没事儿，没演出，我让他立起来，好不好？行，小心啊，就是人要太多了，容易扎对风屁股。我不会，我看看啊。哎，眼睛怎么稍微长一点吧？眼睛啊，可能在座都认为他眼睛小是问题。咱直工直令说，其实不是，我也不知道你这样。他的眼睛最大问题是什么？我随我舅。哎，随舅舅想法。我舅舅这样，不是这问题啊。他的眼睛不是人眼。对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看，我懂了啊。在佛经当中说的，只有我佛如来，那叫人眼。那其他的呢？不同眼睛掌握了人不同的命运。哦，它有区别。比方说，龙眼人命中是登基坐殿，凤眼人执掌朝阳正院，就是皇后；鹿眼人是悟道打坐参禅，出家；虎眼人好斗沙场征战，将。这些眼您可都不是。那我这是鸡眼。对，鬼猜我这就是鸡眼。鸡眼。哎，对，李九天也说我是鸡眼。好呀，哪鸡眼呀？清华石那儿找师傅修的那鸡眼呀？那不像话。你是我哥，我能这么分你吗？吃鸡的眼睛。吃鸡，你这说相声太糟践，打电玩去，打电竞，你这好像吃鸡去，你不用开八倍镜，知道吗？瞄得准，不行啊，这我找不着战队是事儿。哎，没人，你肯定匹配找不着人，这也不行啊。这到时候匹配就完了，你甭管甭管，看这鼻子吧，鼻子虽然好点吧，鼻子稍微有点方孔，鼻子方孔一是平庸。不是，我奶奶，谁奶奶啊？算了算了，谁缺遗传就遗传吧，啊，遗传就遗传吧，毕竟我媳妇儿也方孔。对，这叫什么话？不是嘴巴嘴太小了，说嘴巴了，嘴小不好，嘴大得吃八方的，东西南北四方的，还有东南西北这几个东北角什么都得算上，吃不着这叫事儿。牙有点不齐，对牙不齐，没关系，什么事儿？今天我吃麦当劳，哎去，吃麦当劳，人生就吃出大的不了。对对对。啊，我这算命不好。八岁，哎呦，你八岁那年我当小队长了，对，这不组长，最大的官了，没想是吧？那就这样吧，行吧，那行了，还有没有更大的？还像团工人包袱重吗？是的，就是你这架子。我想想啊，应该是，哎，27岁，27岁，27岁，八，你是89年的，89年，27岁，我刚喜事儿了。哎，对，二十七岁那年我结婚了。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哎，准不准？怎么准不准？二十七，我算的准不准？没说你，没说你，不是拍马屁吧？对，不是拍马屁，准了，对不对？那我问问你，咱媳妇儿，你媳妇儿说，不是您说明白是咱媳妇儿，是我媳妇儿。你媳妇儿，我媳妇儿，你媳妇儿多大？比我大一岁，大一岁，对，你比她大一岁，对，不是啊，她比我
大一岁啊，他比你大一岁啊，他比你大一岁，跟你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啊？比我大一岁，啊，比我大一岁合适。你先等等，老有你的事儿似的。我没我什么事儿，不要再你了。不是，你知道为什么我来回算这个吗？什么原因？完了啊，押韵。什么押韵？吸你运气了。谁吸我运气了？你媳妇儿啊？他吸我运气？吸你运气？为什么？你看他帮你，他算出来了，你结婚结早了，谁让你二十七结？是有喜事是发生在二十七年，但是你命中你应该是63岁结婚。你着什么急？我退休3年我才结婚啊！哦，咱退休那么晚干嘛？60退休啊！哦，这突然我汗下了。男的60退休，我可能熬不到那时候。我得到一个多么恐怖！我63岁我才结婚，63岁结婚，你寿终是54岁，在那个我63结婚，我是冥婚，你知道吗？你这命中就这么固定的，对不对？90岁还有一大刀呢。你先等，我90岁，对呀，有一大刀。是啊，你刚才说我寿终多少岁来着？寿终是多少岁来着？不是53岁吧？好像是56岁吧。我寿终是53岁。53。哦，我90岁那年还有遭大罪。大罪呀、啊！我什么大罪呀、啊？坟让人炸了。你缺德不缺德？哎呦，不是缺德，你怎么老不信我呢？我没不信。你自己好好想想。没想。是不是自从有你这媳妇儿啊，你好拿你好有一比？你是万丈高楼平地起，白龙马儿今儿朝西，驮着唐三藏小宝三兄弟，西东取经一走60几万。你是不是特别喜欢看动画片？这是比喻，就好比是你们俩自从结了婚了之后，你们俩是一年不如一年，一月不如一月，一日不如一日，一时不如一时，一分不如一分，一秒不如一秒，一阵不如一阵，一会儿不如一会儿。我真是不道理，我造的，对不对？你好比是蛤蟆来了养鱼池，自己为难自己知。别人说你是心欢喜，你是委屈为难在心里，咳嗽一声，要死。我呀、啊，我也太不这句，我父辈音韵在丹田，气愁欢想三仙，贫贱不离蛇春上，你是一世奔走不开年呀。没听明白，没听明白啊！哎呀，我想想啊，你好比是蛤蟆来了养鱼池，自己为难自己知。你是蜘蛛罗网在眼前，又被狂风吹半边，半边破来半边补。你是一世奔走不堪言，难着呢。感觉他是挣了钱了，嗯，一分钱没存下，没存款。你是左手拿一个耙子，右手拿一个没底匣子，左搂一耙子，右搂一匣子，也不知道左手拿着耙子，右手拿匣子，右手拿匣子，左手拿耙子。你是来财如长江流水，去财如风卷残云呐，一分钱都没挣下。是，你看你这脸上这有小黑点，小黑点怎么了？你看你昨天你跟你媳妇吵架。啊，对对对不对？最近给我拉黑了，就因为你这出去天天不结婚都不回家，不赖我，朝三不朝两，没有，不是回家做顿饭，好给你媳妇儿米饭里放香菜。我自己能干这么缺德的事儿？那碗是我的。好家伙，好像那个婆婆过来劝架，你还说婆婆，这像话吗？我不能说我妈。我算的准不准？太准了，准不准？不能不准。怎么那么准呢？你媳妇儿在我这儿待一宿呢。哎呦，去！